朕已经派人将你捕获，国破人乱，意图谋反。皇后娘娘分陛下之命，整顿宫廷，接管宫中禁卫，尔等不得放肆。我已经替你动手，你若不进去，他就会杀了你，让李成当太子，然后赐死我，赐死你姐，以及整个上官家。杀了朕。 青史之上，你会背什么骂名吗？你想朕的这个皇位都想疯了吧？你怕我？你觉得我会杀了你？家主令在此，我看谁敢对我动手？这酒是当年您给我父亲喝的，今天我替我父亲还给你。停下！ 苏氏连同其他世家与柔妃联手，从天守关调了8000精兵。苏氏、王氏，明日内到达华京的兵马，就有20000。如此一来，川儿必输无疑。蓉儿，蓉儿，裴大人，殿下出事了，在城外客栈里，殿下请您立刻过去。 殿下，督察司、裴府还有公主府，人马共计3000余人，已经全部集结在汉秋宫的周围了。看来你是要在这里决一死战了。郎君爱我于性命，我亦如此，甘之若饴。李荣淑。 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平越公主李荣，绘制兰心，益善朝事，特命她为监国长公主，代朕监国，见她如见朕亲临。殿下，高处可还舒适？你特意并开众人，就只是为了同我叙旧？陛下如今圣驾安好。 尔等强行攻城，乃蒙逆之大罪。即刻带一千人马前往城楼，与巡查里营外和打开城门。另外，通知裴相，将王家家眷带入公主府之后，守住公主府。同意。将府内所有孔明灯都放上去，太子会明白我的意思。好。要是父皇还活着怎么办？他不会活着的，只要我们见到他，他就已经死在李川的手里了。 华京是你的家，要光明正大的回家。红雨尘封，终究是回到了芷兰身边。今日，就是这两把剑履行使命的时候。来人，把李荣绑起来，带到城门上去。住手！王大人，这可是平越公主殿下。你心系光明，却身处黑暗。我愿君君初心，永为苏郎。 玉玺给我，给我！虽然朕给了你这玉玺，你以为你能撑得起这大夏的江山吗？你担得起整个国家吗？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就该同情我们。而且，我还应该好好感谢你这份同情。我不想再同你分开。我不会再走了。 这是殿下的东西，将它还于殿下。10岁，御书房初相见，我便心悦殿下。梦里梦外，我独爱殿下，要像朕一样。
拥有着人间自由身，却非这人间自由人。这个梦不知何时会醒，我贪恋于殿下的每时每刻，你可愿与我结此三世姻缘，此梦长存不复醒。我愿与君共白头，相守相知，朝朝暮暮。